湖中日月长。啊，哎，你这么快就没了？嗯，哎呀，好可惜呀、啊！哎呀，你要一滴也不让它浪费啊！嗯，看我的锁骨功，锁锁锁锁锁！嗯，施主公，施主公，施主公，东城韦老爷，居然是脚，不得了，赶快报告施主公！哎呦！施叔公，你身上怎么湿哒哒的？是酒，你犯着酒驾呀？没有啊，还说没有，连头发丢了，没有，你倒霉了，喝酒喝酒！哎呀，哎呀，施叔公，冤枉了，真的冤枉了。施主公，你不要怕，我不像张天师那么老顽固，我这个人开通得很呢。我是很赞成人喝酒的。你偷喝酒我不会去告密的，快去送饭吧。哦，谢谢施主公。给我血，给我血，我要血！血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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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！小法不离善，大法不离坦。哎，玄丝一容，轰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五鬼搬运，急急如律令，吃！白切鸡、烧鸭、炸鱼、韭菜。耶！宝贝儿，吃饭啦！哦。婆婆，来口饭前烟吧。啊，哎，有烟没火，你开我玩笑啊？有火雷。有火了，我够不够性啊？好孩子，想你俩铜子儿。才两个子儿啊，先拿着。哦，嗯，哎，够了吧？多谢婆婆。中看不中哦。啊，对，是假的。如果真的能变钱，世界上就没有穷人了。哦。我们尤家从你曾祖父游鱼丝，到你祖父游泳池，到你老爸油炸鬼，现在传到你游白云这一代，唉，代代单传。我半年前就托了个媒婆给你找个老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、啊、婆婆你别担心，我一定会找个很会生的女人做老婆，打破我们家固有传统。进去，我去看看。哼，刘白云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妹妹？不是瞧不起，是不喜欢。嗯，哼，你欠打！啊啊啊！
哎，哎呀，老太太，我找了好多姑娘的生辰八字给你选，你怎么一点回音都没有啊？你没给我？哎呦，怎么没有啊？我交给尤公子很久了。白云，啊，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？好像是有啊，可是娶老婆是一辈子的事，当然是要自己挑嘛。你真要我尤家绝后啊？我今天非给你找个老婆不可。这个朕知道哪个姑娘的名字，她就是你老婆。啊，幸好有一个是空的，希望知道空的。你个扫把嘴，一定会中的。是。我这个媒人红包是拿定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啊。好苦啊，眼看着尤家就要绝后了，我这个老太婆不如死了算了。婆婆，你别冲动啊。你怎么还没死啊？我给你三个月时间让你找老婆，期限一到我死给你看。去喝个痛快，喝完马上回来。谢谢你了。你就眼花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快点走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啊。
跟你祖先不争气，他们白干，这关我什么屁事？哎，我就不一样了，多子多孙样，长得又英俊。你瞎了眼了，死老头，回来！用酒洗脸，干净又消毒啊！你别走！站住！哎呀，抓到你！哎呀，你车子走不动了，你死定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再见了！兔崽子，你拿我这白牙图开心了啊？Ah!
了。我冇乜嘢进步，你嘅九子连环好嘢啫。我叫你嚟，系要你帮我揾九个生辰八字全阴出生嘅童子鲜血。点解？连九阴童子剑，杀猪天师，连九阴童子剑要残杀七七四十九个细路仔嘅生命，咁样做法太伤天害理。咪嘈！我不得止于正，就要清白呢次。先神州咁大，叫我喺边度揾咁多八字全阴嘅童子鲜血啊？你唔系有个女？嗯，我即管试下。揾老婆最紧要端庄严肃、美丽大方。这个女的很合婆婆的条件，我看着也蛮顺眼的。老板啊，拿一壶茶来。好好，马上来。点解我心薄薄添啊？老板，阳春面一碗啊！好好好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去！我来。一碗阳春面啊！追女孩要胆大心细，脸皮厚。我什么都不怕。小姐，小心点吧。我胆大心细，脸皮厚。
上街去逛逛吧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等等我嘛。好香啊！私下。小姐，喝点汤吧。不过要小心，今天的汤很烫哦，小心烫着了嘴巴。哎，小姐，请问你贵姓啊？哟，你不理我，那我理你好了。讨厌。哎，小姐，哎，等等我嘛。哎，我要跟。小姐，你笑了，那让我亲一下吧。祖传的救命灵符，给大家见识见识。不论是邪风、中风、麻风、死人风、急惊风、马上风，都能医得好。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讲疯话呀！哎呦，所谓灵符灵符，无符不灵啊！如果我的神符不灵，就雷劈列位。哦不，哎，我是说我呀，哎，你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啊。仁兄，我看你眼光光，心慌慌，背后一定有点不灵光。不懂的叫他是驼峰，其实啊，这是背疮，如果不马上医的话，他立刻就会死翘翘的。哎，今天算你走运了，碰到了我，打八折算你一百两，包医啊。哎，也不灵，那我赶快溜到卖棺材了。医不医啊？医呀。是明纸。嗨，你省着点吧，我免费替你医。哎呀，我的钱呢？老鼠！天性催眠术。这叫害人终害己呀、行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知法犯法，还敢破我的法？你用邪术害人又骗钱，不是好办法。你敢不敢给我伏法？你以为我怕你啊？请。
咁快出嘢？哼，靓仔，你香梗噶啦！你香都未香啊！令夫人显威，急急如律令。哎，哎，哎，嗯，嗯，我呢碗五毒水咧，掂下都唔掂嘅，你敢唔敢饮啊？什么了不起啊？哼！嗯，我这碗五辣水啊，碰一碰连汗毛都发烫，你敢不敢喝？哼，敢！去！啊？请用吧。哼，死不了的。过瘾吧？哎呦，我的穿云箭百发百中啊！瞄准，射！哎呦，嘿嘿嘿，幸亏挡住了啊！哎呦，我的鼻子！看你怎么挡！特天特地特大炮！我这小钢炮是无坚不摧，这回啊，你是真的要死定了！怎么不灵啊？真高啊！现在烈火教教主在卧龙岗开坛招女婿，你去应征啊，他的女儿准是你的。哦，本教主今日招女婿，条件是武功高强的人。小姐好漂亮，老婆，你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凑这个热闹啊？什么话，我还是处男呢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莫名其妙，我的女儿只要看她的半边脸就能迷死人了，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。哇，好漂亮啊。还是全英出身的人才能合我女儿的八字，而合这个条件的现在只有三位。赖夏武，七角仙，哎，我牛白云，哎，我。你虽然是处男，可惜啊生的时辰不对。除了八字要合之外，还要试穿那件特别设计的大礼服啊。先祝三位前途无量，快点火啊。你们呐，要光着脚走过丁床，跳过火栏，才能穿这件礼服。七角仙，哎，李仙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走错方向了，是那边。我在运气。这个功夫啊，细拳。最
去休息一下，马上前去。我一定会乐歪了，请。请坐啊。你们家小姐叫什么名字？李爱。我爱？不，姓李名爱。你爱。李爱。李爱。这个名字很不错。不对劲儿，该不是要遭罪吧？我先问个清楚才行。哎呦喂，救人啊，摔死了啦！哎呦，小题大做，这么矮会把你给摔死？我摔死了，开玩笑。哎呦，李爱，阴阳脸，这个老婆你爱吧？婆婆说女人骑上头会倒霉的，这是你心甘情愿的，你还想走？我也没跟你办过事，为什么不能走？哎呀，老娘把你给阉了，拿刀来！快溜啊！哪里疼？哎呀！差一点命根子都没有了。是你老公，你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我会找他算账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你看那个人，哎呦，怎么会这么不要脸的人呢？对，你快点，你太慢了。才赚你几个钱呢，居然还敢嫌我慢。不好了，拿去。我看你往哪里走啊。你活该。完了，这次更破了。男女授受不亲哦。你到底要不要娶我？你想干什么嘛？你不要脱我裤子。非礼啊。非礼，哎呦喂呀，我起来起来起来，哼，你们两位大爷来的正好啊，他被你非礼了？哎，不是啊，不是，你胆子真不小，敢在我的地门上调戏良家妇女啊！我怎么非礼他？让他说，你看，他说不出来了吧？说不出来了。他这样子非礼我。他一看到我就脱裤子。又把我眼睛打黑了。你有虐待狂啊？还把我衣服扯成这样。
子。啊，还有呢？你问他了。你们不要相信他的。奶奶相信你啊，把他带回衙门去。走，别动。等一等。快等一会儿。哎呦喂！先生，请问你有冇见到个着孖烟通嘅后生仔经过啊？哦，唔该啊。哎呀，哎呦，哇！你飞天，我飞天，你跳海，我跳海，反转面都冇用啊！都唔捨得，唉，周身痕啊，冲翻个靓凉先。哎呦，哎，舒服晒，做下热身运动先。我右又擦，我左又擦，上又擦，下又擦，擦完可以再擦。顺手又屌，边个啊？我系过路嘅，喺度唞下得唔得咧？识自己啊，老友，你入边做咩啊？冲凉咯。石头哥，喂，怎么没有水的声音啊？节约能源呢？但也不能省得洗澡不用水啊。傻瓜，这个叫干洗啊。干洗啊？这是啊，太乙净身法。是在热沙子里边加上很多种珍贵的药材，可以延年益寿，搓出来的泥丸还可以治百病呢。这么说我也很想试一试。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啊。这个葫芦不要动我的宝贝，这是装酒的。我的裤子呢？你干嘛？脱什么呀？脱我裤子？你有同性恋啊你？这裤子是我的啊，是你？不错，是我。这么巧啊？哎呦！你自己凑上来的，别怪我。向来只有你爸爸我动手打人呢，没有人敢动我。好，你看我的。你这样让我打，不好意思啊。腿功也不
错啊！打死你！来呀！哎呀！好个兔崽子，没家教，小气大！你别说我，你也是半斤八两，大欺小。嗯，既然咱们俩是一块料，就交个兄弟吧。好啊，来握个手。好。哎，我们去喝杯酒庆祝一下，乐于奉陪。好，走。哎呀。谁先喝着躺下来？好，还一样，我还一样。怎么？我石头你不，你赢。哎呦，要轻点啊！先来三碗。真过瘾！还一样，我还一样，还一样，我还一样。我剪刀，你石头，我剪刀，我又输了。哎呦哈！哎呀，怎么这么重啊？喝酒，喝酒喝，我喝酒从来不啰嗦。喂，两个人都剪刀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大剪刀吃你小剪刀啊！你傻瓜！哎呦，还打！你，我们都是兄弟，别打了，对不起，吃点亏啦。是你要跟我打的吗？再喝点酒，顺顺气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赔给你，帮忙把那个女的打发走啊！你很怕她？哎呀，我看见鬼最多吓三天，我看见她我怕一辈子。哦，哎，她说她看到你呀、就怕一辈子。关你屁事，死叫花子！都是你这哈辈能踢害的。哼，你要再跑，我就打断你腿。啊，再不走就大了。哎呦喂！哎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跟母老虎一样，你不要怕，我帮你啊。我又帮你逃过一劫了，你应该帮你个忙是吧？你说吧。小子，帮我捉妖人邪无证啊。妖人？穿成毒药，还是少喝点好。欧贝更啊，酒可以通脉活血，身体好啊。要
你喝也醉，不喝也醉。你出这个鬼主意到底管不管用？先让我清醒一下啊。有了有了，小鬼头敢装大头鬼，我挨个都抓。怎么是你啊？哎呦啊！哎呦，你是醉迷糊了，乱打啊！那个黑鬼子呢？那还不走？叫你少喝点不听啊！好，我明天开始戒酒就是了嘛。师傅，你怎么空着手回来？小孩呢？师傅，今天晚上发生点意外，明天我会拼命多抓几个回来。你很辛苦，是该休息。多谢师傅。七巧玲珑车，遇风变风车，遇水变水车，不是普通的老爷车哦。打什么酒？酒？等我先把酒装满了再说。你不是戒酒了？我是说明天戒啊。天天都有明天，就不用见了。你不笨吗？哼，我开去逛逛。
这种人，有钱用不着这么烧毛。啊！等一下，老板，酒跟你有仇啊？没仇。啊？哎呦，哎呀，浪费了多可惜啊！我喜欢浪费。哎，便宜点卖给我。我不高兴卖。啊？闻一下总可以吧？闻可以。只转闻，不可以舔。哎呦！哎呦，真馋人呐！看得到喝不成啊？喝得成，只要你帮我做件事，让你喝个痛快。哎，我要考虑一下。好。哎呦。这老小子今天吃错药了，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。哎呦，还煮好了饭等我吃啊。不错。不错。哎呦，你干什么啊？你干什么？是你啊，人吓人会吓死人的。哎呦，真倒霉啊。你到哪儿去了？我担心死了。你还会关心我？我是担心你出车祸，我那个车还没保险呢。我肚子饿，快吃饭吧。菜不错吧？很好我胃口。老婆找到了没有啊？不容易啊。哎呀，不难呐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一个了。他孔武有力呀。打老公啊？不，上山下海，洗衣煮饭，没事还帮你马杀鸡啊。你呀，连佣人都不用请啊。那一年可以省不少钱。还有啊，他呀，屁股很大哦。哪有什么好啊？会生孩子啊。婆婆会喜欢，所以说丑一点没有关系，没关系。羊汤啦。唔该。系鱼饮啊。唔系你啊，知唔系佢咯？正咧，睇下间屋啊，打扫得咁干净，啲餸啊啱晒你嘅口味。喂，企喺度做咩啊？坐咯。哎呀，唔系坐呢度啊，嗰度啊。白云哥啊。喂，你仲打我唔够啊？笑笑笑。白云哥。笑得跟哭一样，难看死了。怎么会呢？很好看呢。什么好看？跟个癞蛤蟆一样，一副苦瓜脸。他的左脸不好看，你整天站在他的右边看，不就很漂亮了吗？既然你话得佢个冇睇，我是大啲让咗俾你啦。好啊，君子不对人所好。本来我好丑都冇所谓嘅，但系佢又攞到嚟追斩我，害到我机会俾差佬拉。你咁怒气做咩噃？我都系为你好啫嘛。我唔想好啊！你个衰仔啊！咩啊？喐我啊？喐你咪喐你！哎呀，你真日子啊！唔好打啦！唔好掹住我啊！哎呦，哎呀！口水，哎呀！老虎唔发威到病猫啊！机会你，
哎呀！乖乖地跟我翻去，等我好地服侍你啊！哎呀！你就系叫我帮你捉呢条懵佬啊？咪你就系呢个懵佬咯，仲唔捉住佢？而家咪送上门咯，你捉啊！哇！好毒啊，好毒啊！哇！嗨亲都唔掂啊！咁啊，以毒解毒啦！俾粒老泥丸嚟叹下，系啊，擘大口，擘大口啊！用不着担心呐，他绝对猜不到我们还会留在这里呀。哎呀！这可是你自己惹的祸，你为什么老像个冤魂似的跟着我？如果你不跟着我，就不会搞成这个样子。你，这个老不死的，你要是不带他回来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还想做媒婆？现在好了吧？把人家弄得更丑了。哎呀，赶快想个办法啊！办法不是没有，不过现在心情不好。那算我做好了。你先出去打个转，天亮再回来，就会有意外的收获了啊！怎么还不走啊？哎呀！医晚了就会剧毒攻心，那就没得救了。哎呀！要逼血气运行于表皮，怪病怪医，先要他害怕。灵儿，我要强奸你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莫走啊！哎呀，你给我吐血的啊！神明看到这种事也会睁着眼闭着眼的。菩萨在上啊，你要原谅我，我这么做为的是救世人呐。我要你看一看。
哎，出来了。看我的金针追穴，对对对，孔最穴。啊，扎准呐、啊！二叔，来，翻过来看看。哦，在这里，好，好，看你往哪跑，哎呀呀，啊，啊，传染，穿上衣服吧。啊啊！你爸爸怎么了？我从头到脚一次搞定啊！讨厌的东西！你老色鬼！我是故意做的。手术没做呢嘛。扒皮。我昨晚善意的强奸你，就是让你受惊啊，让血气运行于表皮，用金针滴血，再用药杀吸干毒汁，哎，就没事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早说就不灵了嘛。好了，你自己到那边照照看。去啊，不要怕。你真是个神医啊。你怎么了？只要你开心我就高兴啊。哎呀，换件漂亮的衣服。等那个臭小子回来，给他个大惊喜。我走了。以后走也要等那臭小子回来再走啊。他那么讨厌我，我还是走吧。他回来了。走。
就是他。哇，你好漂亮啊！哎，我好狗不挡路，请你让开。嗯，要到哪儿去啊？喂喂，喂，吹喽吹喽！什么吹了？他说他要走了。啊！喂，哎呦，我哎呦，我哎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你千万不能走啊！我还要带你去见我婆婆呢。我这样子能吗？跟个癞蛤蟆一样，一副苦瓜脸。你听错了，我是说我是癞蛤蟆，想吃你这个苦瓜花。我笑起来很丑，哎，那是我以前的错觉。其实啊，你的笑容是又甜又美。哎，你就是不给我面子，也该给哈贝伦 K 的面子。哎，我的脸皮太厚了，用不着别人给我面子。这个死老鬼，有机会看我怎么修理你。哎，不过我倒想多个人陪我喝酒。那你就留下吧。师弟，你那女儿胆子倒不小，竟然敢帮着外人跟我作对。谢你们今天晚上把那臭小子给我抓来，不然你们父女俩谁也不要想再活了。这样子洗衣服啊，手会洗粗的，我来帮你忙啊。大哥，你咁鍾意洗洗兔仔牙啲衫啊？到时洗衫咪用石头磨，我洗衫时啊石头拍，拍拍拍拍到失魂又落拍，拍拍拍罗楞啊拍屎啦，拍屎啊！哎呀，我件饮衫模糊咯，日日都系你水啊！如果唔系啊，我就唔使咁麻烦啦。对老人家唔好咁冇礼貌喎。你咁帮佢系咪中意佢啊？系唔系都唔关你事。你唔好以为自己好靓啊，都唔知几多靓女沟我，我都唔骚佢啊！喂，唔好难为自己啊！我即刻沟翻佢俾你睇。哎，唔系听佢点啦，佢会翻嚟嘅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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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小姐啦，真靓咯！唔好咁啦，唔系咁啦，衰鬼，咪唔多手啦，我唔睬你噶。好，斯文啲。嗨，兔仔牙。哎呀，我睇边条女咁串丝，我都睇唔到呢个。好臭好臭啊！好肉酸啊，衰鬼！哎呀，我哋真系夹嘅啫。咪乱咁摸咯！入白云，你当我冇刀啊？哎呀，有人好兴啊！你做狐狸精！哎呀！是假的嘛？哼！标准的啄木鸟啊！什么意思啊？挖大洞抓小虫啊！哎呀，其实啊，你们一个是半斤，一个是八两，我看早点成亲就算了。哎，何必再斗气呢？爹，岳父大人，好女婿，岳父我来超度你。爹，没出息！李小主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、你不做好事成全他们吧。醉老道，不关你的事，少插嘴啊！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倒嘴的喜酒被你给搅掉了，我连你一块超度啊！臭小子，你先上，我殿后。
岳父，小心玩火自焚了。水龙就上个水池啊，没水了，你们两个准备变成烧猪吧。龙飞，你支持一下，我去找水。
玩火自焚，还有一台呢，对着他喷的。好，你身是酒，我也点火，你才是双猪的。爹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的脸是那位哈贝能给把我治好的。是邪不正要杀的。他在哪儿？他在东边五里的魔鬼山白骨洞里。哎，我们现在去抓他。好，等等。他利用魔音箫的声音控制魔音血缠，奇毒无比，你们要小心了。魔音箫。不舒服，今天我要让你吹得筋疲力尽。嗯，这一次我要吸干你。你的魔音箫不管用。吹了。
老邪，哎，老邪，老邪，你不能死啊！哎呀，你死了，我也会跟着倒霉的。哎呀，炸的是尸骨不存呢、啊！哎，我怎么交差呢？完蛋了！哎哎哎，你没办法交差，我也很替你难过。不过我可以回去跟我婆婆交差了。哼，跟我回去喝杯喜酒吧！啊，哎呀，这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我可很高兴哦。我才不高兴呢。夫妻交拜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又不是新郎，早还等什么呀？送入洞房。等一等，新娘要先过我们尤家子孙棒这一关。来人呐！亲家母，有这规矩吗？为什么没有啊？你招女婿可以走丁床过火庄，尤家要娶媳妇儿，当然也要考考试了。不要怕，有我在。是。毛病该怎么办？真行啊！哎，我们可以马上行房了，不，洞房。百子千孙，马上洞房。谢谢谢谢，这个努力点，别让我失望啊！婆婆，你放心好了，一切交给我了。好，就交给你。谢谢大家帮忙啊！谢谢谢谢。各位请回了，各位请回。出去了啊！别耽误，出去。走走走。亲一个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凶啊？别急别急，我来了，是我太心急了。这么多动物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真不上，我急着抱孙孙，你们在这碍手碍脚的，这不能参观的。哎，去去去去，哎呦，这事儿也能看呢。金家母，那我先回去休息了。我根本没打算留你啊。先喝杯交杯酒吧，来，老婆。我老婆怎么变成你了？还真不少啊！爷，这是招啊！怎么会玩到地上去呢？哎呦！哎呦！哇！这么快就出来了，进去！孙子这一次就保定了。邪不正啊，如果我看到你啊，
就开心了。哎呦！啊！洞房怎么这么吵啊？啊！接着，就算你是鬼，我也要抓你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媳妇！啊！媳妇！哎呦！哎，怎么那么吵啊？婆婆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追杀追杀追杀呀、啊、交给我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咬死我嘴里呀、啊、哎呦，现在你是插翅难飞喽。我劝你改邪归正，跟我回去。我代表邪恶，要消灭所谓的正义之士。哎，我的脚！
要被绑死了。我。哎，你还想跑啊？